这棺椁被人动过了，有人先打开过了。这星族王的陵墓怎么会有人动过这棺椁？打开看看。拿上，拿上。殿下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的后裔，当你打开这棺椁，生与死重叠，起点与终点重叠，一切终入轮回，如镜像倒影。殿下，你还好吗？这是什么记忆？星尊王为何是我的脸？百威往后和阿英也是一模一样，是有人杀了百威吗？殿下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太子哥哥，你别吓我呀，你怎么了？我刚刚看到星尊王他。怎么回事呀？这里面没有流河封印，也没有星尊王的骸骨，这是个空棺。那刚刚抓走我的人是谁啊？谁这么大胆？难道是盗宝者？不可能。如果真的按照黎珠所言，那么这些年就没有人能够从生死亭到这里来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是这里面的人。那刚才抓我的人是谁啊？是鬼，是鬼。从我们一进这里来，就有人趁机掳走纳生，然后用纳生的戒指打开这棺椁。总觉得有什么不对。这个棺椁的设计就好像等着谁来打开。究竟是谁在等着？由谁来打开？看来这个陵墓里面还有其他人，他们的目的也是六合封印。清源，去看看。南生，你念个隐身咒，等安全了再出来。行，那你们千万要小心啊。好。不要追。星尊王陵墓犹如蚁穴，如果没有地图，就算黎珠带路也会迷失其中。他是想要将我们故意引入黑暗中。啊，你们又是何人？里面好像有什么人，大家小心。苏魔，
你们还活着？怎么会这样？之前在生死厅，辟天剑可以劈开水雾，我想他一定可以劈开弱水。可是，我们还是赶紧跟大家会合吧。艾苏姆，谢谢你啊。有什么好谢的？以后不要再说对不起、谢谢之类的话了。离开九姨之后，我有话想要对你说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们发现前面有光，顺着这个通道过来，就看到了他。怀英姐姐，太好了太好了，你们还活着，你以后都不许再这样吓我了。好，让你担心了。放心吧，我没有事。没事就好。让殿下担心了。别来无恙啊，苏魔。阿英，是亲王臣。人呢？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亲王臣。百年前他不是死了吗？看来这百年里他一直活在这儿，百年里没有他的消息，原来他是苟活在这陵墓里。殿下，那是六合封印吗？为何黄天戒指没有反应？快走！